隊のツァーフ艦から大事な報告です。入りなさい。はい。大佐阁下，有人要袭击太君的药品车呀！袭击药品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前两天得到了国军要伏击皇军药品车的情报了。你们得到的情报？什么时间？就在今天呢，大佐阁下。无礼过，您过目。为什么踩中了？不是，大佐阁下，我有罪，我罪要死。是金司令下令扣下的情报啊，大佐阁下。金司令，他为什么扣下？因为金司令也想吃掉这批药。送我武力部的去赶快给你的瓷器去了，你们送我武力部的离开。好。你对皇军的忠心大大的，杀了金大麻子，你就是司令。谢谢阁下，谢谢阁下。你回去不要惊动他，我会亲自和他算账。太君，误会呀、啊！我们也是金司令的队伍。お前ら、二人残れ。他は車下げろ。は。看着我心里就高兴。嗯，哎呀，老弟啊，行，这回咱们干得漂亮。你知道这些药能救多少兄弟的命吗？是啊。哎，杨大宝，我觉得这一带太不安全了，要不然咱们先撤。走，回去说。好，走。司令，有消息了没有？有消息了。咱们派出的便衣啊，刚回来，说是日本人也去了乌里铺。这。日本人怎么会也去了乌里坡了呢？走，老管，老管，娘的，这时他跑哪儿去了呢？司令，江中大佐又带的人到大门口了。就告诉他我不在。秋妍姐立大功了呀！这算什么功啊？我只是想亲手杀了金大麻子。秋妍姐，收拾好东西，我们立马走。不知道是谁过来，先去外面躲一下，快去！来了！哎呀，这回金大麻子可算是死定了啊！你总算是干了件人事儿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先跑吧。反正药都已经在咱们手里了，什么时候都能回来取。你做梦吧，那批药已经去了该去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
那批药已经被国军的人运走了。运走了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只告诉你，我不是汉奸。崔仙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那你要我怎样对你？金蛋麻子糟蹋，你也糟蹋，你们两个都是畜生，畜生！为你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那你要我怎样对你？曹副官，司令，司令，你不能怪我呀！都是这个贱人，都是他出的主意，司令。你们两个小贱人，合起伙来陷害我！哼！对待去！小翠仙儿啊，我金某人自问待你不薄，帮你赎身，捧你成角儿，你竟然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合起伙来了算计，啊？金爷，你倒真是待我不薄啊！当初要不是你，怎么会被卖到窑子里去？你说什么？15年前。带着一帮土匪抢了任家村，又屠了任家村。任家村，15年前。少给我装糊涂！要不是我爹把我藏在床下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我活着就是为了杀你，为任家村的人报仇。哼哼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。要怪就怪我金某人当初做事不利落。说。那批药在哪儿？金爷，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日本人满大街的在抓你，还在想着那批药。你不让我活，我就先让你死。没事，没事，姐，我带你走，我马上带你走。没事，姐。能不能拿下来，就看你们的了。吴天禄，我可把弟兄交给你们了。金大爷，您就放心吧，他的安全我来保证。拿酒来。是。旅长，这瓶泸州老窖是2年前打平遥的时候，师长送给我的。老子他娘的没舍得喝。今天大家都喝两口，就算给弟兄们壮心了。好酒，这口下去啊，死都值了。
黑娃还太小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旅长，我不小了，翻过年我就16了。旅长，不小了，在家都可以讨老婆了。<笑>我才不讨老婆呢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来保护她安全。 全体都有，立正，向右转，爬步走。这里，黑娃，要小心啊！和尚，照顾好黑娃。放心吧，黑娃，走。 他们那边一打响，就开始进攻。
我们的防线已经拿下了，但是鬼子设了好几道防线呢，粘性特别麻。那就把预备队调上去，这两支线一定要拿下村子。是。 连长，兄弟们子弹不多了，先收子弹。连长，您先撤。我掩护。和尚，咱都是兄弟，他们要死也死在一块儿。报告营长，三营长电话。喂，什么？哦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，老金？东面的三营和鬼子兵部旅团接上火了。 那中央军113师呢？阻击兵部旅团是他们的事儿。中央军按兵不动，没有出击组员，看来林长官还真指挥不动他们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向师部发报，请求撤出战斗。撤了？吴天禄他们敢组队还在上面呢，咱们就撤了。老罗，没时间了，撤！大哥，马上撤！是。安宁。 营长，师部来电，什么事说。师部接到了113师的求援，他的一个旅在翠云岗被日军的兵部旅团包围了。113师的一个旅，他们怎么会跑到翠云岗来？肯定是把翠云岗这块硬骨头扔给咱川军了。不对啊，113师一个整编旅在那儿，他们干什么吃的呀？战区的命令是113师阻击兵部旅团，可是他们压根就没动。不是。师部的命令是什么？ 师部的意思是让我们向机行事，但是千万不要把自驾拉上。竞技中旅，营长，咱们就一个营的兵力，咱要是跟兵不干，那不是以卵击石吗？再说师部的意思是，咱们敷衍一下。往前传我命令，集合部队准备出发。营长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啊！那整编113师就在……你老子什么？战区就去，这次出来就是让必须去。是。 鬼子兵部旅团过来了，快点让他们撤！什么？撤？老吴他们还在上面呢，让他们撤！来不及了，撤吧！老朱，是连长，你带弟兄们先撤。兄弟们，撤！可以啊，走！走！赶紧的，跟我去接应老吴。是。你按照说什么过来？走。 队长，鬼子们下来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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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走，一起走。营长，前面就是翠屏岛了。纪律已经跟那帮日本鬼子干起来了。113师有动静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动静。王八蛋，果然见死不救。营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是不是跟纪律他们会合？不，民警部队从前面往左全速前进。往左？左边不是113师吗？小鬼子先有一个旅团在这儿，咱们一直敢把火扑马步都算上，还不到500人，全砸进去就成功了。营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中央军不喜欢拿川军的炮灰吗？这一次让他们尝尝当炮灰的滋味。把他们引到113室那边，就这个意思。快，明白。队长，快，快！还有大队的精兵四排，都给马大爷带好，冲过去，用黑子打。明白，冲！干什么的？那咱们难得中央军的大爷们肯干回雪中送炭的事，走，走，走！跟上！开出，约个大爷加油！开出！连长，我们从侧面咬了兵工旅团一号，并把他们引向了113室。现在113室正跟小鬼子干在一起呢。好啊，咱们兄弟怎么样？23个兄弟，这不还伤了40多。不过按照您的意思，死的活的我都带回来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这样，省得到时候跟中央军那个王八蛋闹口舌是非。是，给他们腾地方。走，走。快，跟上！这不就原地休息？原地休息。老罗啊。你说113师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啊？到咱们扛不下去了，咱们才出手。这我也没想明白啊。我估摸着，是上峰施压太大了，这帮孙子扛不住了。他娘，他们要早点出手，崔营岗说不定就拿下来。可不是。哎，你听，打得还挺热闹。哼，报告，旅长，杨参谋来了。哪个杨参谋？就是杨彪，杨参谋。他怎么来了？快请。是，杨参谋。
金队长，金队长，杨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专程来接弟兄们的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们差点被兵部委吃了，要不是113师最后出手，恐怕你们今天来，只能给我们收尸了。金队长，你怎么还敢相信113师那帮缩头乌龟呢？金队长，兵部旅团是我们打的，小鬼子把我们当成113师了。这么说，是你们给引过去的？谁让这帮人从来就当缩头乌龟呢？让他跟兵部干去。杨彪，谢谢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就够呛了。金长，这里都是我的生死弟兄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来的。战客，害怕他怎么了？吴德禄，旅长，旅长，吴天禄，你他娘的答应过老子，我告诉你，黑白会三天两头，老子毙了你！教授，我兄弟怎么样？那刀扎得太深了，流血过多，哎，已经不行了。黑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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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黑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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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，黑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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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人なら1日3手段、こんな小さな追印官に3手段も導入してくるとは。追印官の位置から見て、奴らは範囲航路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。我々が兵力を動かす際の道への依存は品軍よりも大きく、その点は我々も品軍もよく知っています。我が防御地帯は平安市に近い。この土地は敵も狙っている。藤田、命令を伝えろ。はい。部隊はすぐ戦闘準備に入れ。航路と中村に命令が降り次第、20分以内に大隊すべてに行動準備を完了させるように伝えろ。はい。舍不得弟兄们呐，大哥，
回去好好养伤。到了成都，找我那几个兄弟，他们会照顾你。啊，大哥，这你拿着。和尚，这个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我不能要。拿着。大哥，你就拿着吧。有了这个东西，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没有人敢不把你当英雄。我欠你太多了，我胡大哥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，和尚。别说了，咱们是兄弟，啊，上吧。好了，走。可以吧，大哥，保重。小组没干完的活派给我们了，什么任务？打鬼子备用机场。打鬼子机场？怂了？我能怂吗？虽说是鬼子的备用机场，但是小鬼子轰炸机轰炸完后方之后，一定会回到这儿来加油。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地方拿下，那后方的损失能减少不小。可咱拿下来守不住。我来给你上上课吧。太平洋战争之后，小鬼子从中国抽调了大部分的兵力去对付美国人，所以说现在华东华北他们兵力吃紧，这些小鬼子只敢收缩在城市里面，就算他们能夺回去，他们也守不住。可是营长，那守着机场的鬼子有一个大队呢，不好打。一个大队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他们地形人数众多，再加上他们守备部队战斗力太弱，不用怕。去把那个机场周边的地图给我拿来。是。小鬼子修机场的导向了吗？啊，打听过了。鬼子当时修机场的时候，是从附近的几个村子找到老乡。机场修成之后，他们把村子都烧了，老乡们除了死了的，都逃到外乡去了。营长，你看。侧过去，可以吗，营长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这么恶心的东西，你要么就刮了，你要么就藏起来。哎呀，先坐坐坐。哎，岳老板是吧？哎，来来，岳老板，这米哥给你整的也算是国色天香，沉鱼落雁了，挺好，挺好啊。你接着帮他排去吧，啊，老钱，来来来，你组织一下，把这帮人腿毛都给刮了。是，挺好啊，大家辛苦啊，抓紧时间练。妖孽！营长，啊，老钱坐。
你刚喝酒了吧？没有啊。我妈找我有事儿啊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啊？嗯。来，你自己看。小鬼子把机场周边十几个村子全给烧了，现在机场周边就是一块空地，别说是白天，就是晚上，小鬼子把探照灯一照，加上机顶机枪，你闯肯定闯不过去吧？你说说看，除了这个办法之外，你还能想到更好的主意吗？可是营长，你说咱们对机场里面一点都不熟悉，就算咱们兄弟摸进去了，那从哪儿开始打，那也不知道啊。何况让兄弟们办慰安妇是吗？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说我为什么让兄弟们办慰安妇？为什么呀？小鬼子有规矩，但凡慰安妇来了，一定会先送给军官。你知道我从哪开始的吗？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帮咱做和服的那个师傅，还有帮咱化妆的戏班子里的人都安顿好了吧？放心，都安排在二连了。哎呀，委屈他们了。等把鬼子机场拿下来之后，我会亲自向他们赔罪。风萧萧。是橱窗万天